hey, 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那现在在我后面是一片风光明媚的景色。那你们猜猜看，我现在是在哪一个国家？哦，你们猜不到啊，我就不卖关子了。那现在我是在意大利北部最大的湖 Lake Garda。这里的风景非常的漂亮，我会在这边住几天。那这里的气温很冷，这个时候大约的温度是摄氏的零度。那这里的湖水呢是清澈如镜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湖水熠熠生辉，湖面上的水鸟也很活跃，呈现出生动多彩的场景，它们飞翔、觅食、互动等各种行为都是丰富的拍摄题材。那这次的意大利之旅呢，我是带了比较轻便的器材，我只带了一部索尼的 A1 的机身，还有这个200-600G 的这个变焦的长焦镜头。那主要携带这样的器材呢是比较方便，然后也比较轻便的。那这一组器材呢就可以放在我的这个相机的背包。找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，然后把这个相机位设好，再使用一个比较低的角度来拍摄。它的好处就是说让你的主体比较突出，然后背景也比较细化，然后在你这样的一个低的相机的角度，不是站立做的，那前面的水鸟它的警惕性也比较低，我就等他们游得比较近的时候再做这个拍摄。我突然发现了一只与众不同的水鸟，它的体型比较大，但与常见的栗头鸭有些许不同。额头上戴着一抹洁白，犹如一道优雅的装饰，一身绿的羽毛形成对比。这只与众不同的水鸟正在群体中自由地觅食，动作间流露出从容优雅。这个突然的发现瞬间打破了我枯燥的心情，这是我从未拍摄过的水鸟。我急不可待地拿起相机，调整好拍摄的模式，开始记录下这个引人注目的瞬间。我把镜头对准这一美妙场景，静静潜伏在湖边，时刻准备捕捉那一瞬间的神韵。这是一场与自然和谐共舞的过程。当我专注拍摄那只神秘大型水鸟时，湖面上其他水鸟也很活跃。突然，一群凤头浅鸭出现在湖面，它们在阳光下优雅地滑行。在比较远的地方 Great Crested Grebe 懒洋洋地在水面上漂浮，它的羽毛婉约而华丽，似乎在悠然享受湖畔的宁静。
红嘴鸥如诗如画地在河口舞动着生命的节奏，红嘴犹如点亮了整个画面的火焰，以清澈的水面形成一幅绝美的对比。它们不畏逆流而上，仿佛对生活充满了勇气和决心，寻觅着河口的丰富美食。这一刻仿佛时间凝固，让人感受到大自然森林和谐舞起。红嘴鸥在这个独特的河口成为了自然交响乐中的一段婉转旋律。先来一杯热咖啡提神。早餐是简单的欧式的自助早餐，这一片公园里面也有很多的那一个灵鸟，那前面有一棵果树，上也有经常那一些当地的一些灵鸟，比如说一些 trust 之类的鸟类。树上长满了一些橘子色的果实，橘子色的果实过满了树枝，如同自然的珍宝，迎来了一群欢快的灵鸟。每只灵鸟都被那橘子色的果实吸引，它们轮番飞向果实，用轻巧的嘴巴轻咬着，享受着果肉的甜美。在利嘎达鸟类摄影之旅中，我迎来了一场丰收的冒险，充满了惊喜和挑战。每一次的快门按下都是对自然界神秘生命的一次捕捉，每一种未曾拍摄过的鸟类都成为了这次旅程中的独特收获。这些画面捕捉到了它们在自然环境中的自然习性，更感受到了与自然相融的快乐。这将是我摄影生涯中一段珍贵的记忆，每个瞬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，让我感受生态的丰富多彩。这次摄影经历在繁忙的生活中带给我片刻宁静和欢愉。已经拍摄了好几个小时，今天的拍摄也挺顺利的，有拍到多种的这个拍摄目标。今天的这个器材A1 和200-600也很适合这样的拍摄，非常轻便，有高像素，还有这个600毫米的这个焦距，以有足够的这个焦距来接近这个目标。那现在肚子已经在抗议了，就是有一点非常的饿了，肚子一直在叽里咕噜的叫，所以赶紧收拾器材，然后到前面找一家餐厅用个午餐。那感谢各位观看这一集的视频。那假如你们喜欢这一集的视频，请你们记得点赞、分享或者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